É.需要拍特写照东西。是现杀的，还你看还走掉哈。你手动吗？是因为烫的关系哈。不然他头跟可能去掉了，你要说他会跳。这是最恐怖的代志哦。卡掉啊！用昨天刚刚处理。来，先帮你上绳。那挂管是全球性的灾难吗？二钢管二负九的钢管，对吧？你光地租的话就要付了，他这块地租一个月好像18万左右吧，每个月是18万要付给人家的，不管有做没做，都要给人家。因为说吃饭用啊，门市费用啊，还有那个水电瓦斯这些基本开销啊。那食材的话比较还好，因为食材就是量业绩多，食材的较多，所以是成正比的东西啊，所以还好。